两条母一条公的，都是大骨架的。啊，最右手这边这条是公的，骨架是最大的。今天来我朋友这里看一窝五红小狗，啊，并且公的，不这啊，不这啊，哦，大家看一下中间啊，没这啊，中间这条是公的，头上它呢，它的头板亮不亮？我叫它抱起来看看头板亮，漂不漂亮？厉不厉害？像狮子一样。大骨架的，现在一盖几日啦？15日，厉不厉害？他的脚啊，比我的手还要粗。哦，应该有15、16斤的这个。眼睛很新，这种很认主人的这种狗。送狗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亮色啊，很宽很宽。打架以后也是比较凶。本来这些小狗都是我朋友打算留下来做种的，但是现在这些小家伙天天打架，所以只能分享给大家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